咩事啊？蔡伯，话爹又病，又争住几百两银要还债，我想你借住啲钱俾我。借过几支俾你咯？几百咁啊？我必须有咁多啊！咁好啦，唔该晒你，蔡伯，我去第二度想个办法。你去清华商办啦。 系冇辛苦啊，大哥。哎啊，你唞下啦。哎，马大爷啊，哦，马大爷，马大爷，请冇得还咧。我而家唔系嚟要你还钱，你唔使担心，我唔要你还添。系咪啊，马大爷你咁大量？ 马大爷，我唔系赖债人，不过和田失收，周转不灵，冇办法还得到俾你嘅啫。我点有咁胆大唔还俾你啊？你唔好同我开玩笑啦。乜嘢开玩笑啊？真系噶，睇下你啊，而家贫病交迫，必须有钱还俾我啊！我买大爷。 素来都慈善为怀你知噶啦，系咁嗰啲钱咧，冇所谓，但系有条件噃。咩条件咧？你个女啊燕姿啊，我素来都好中意佢，若果佢嫁咗俾我同妾侍啦，啊，大家做埋亲戚，有乜所谓钱唔钱先得噶？我带埋礼物嚟添噶啦，吓！ 马大爷，婚姻咧就还婚姻，我欠你嘅债就还欠你嘅债，我已经叫我个女去借钱噶啦，如果借到翻嚟咯，就本利清还你啦，望你宽限下添吓。哼，宽限，你记得，我唔理你咁多，限你今日本利清还，如果唔系咧，我就娶你个女过门。 你拎啲翻啲礼物啊！我唔要噶我。咩唔要啊？你唔要就我要。呢啲系我同我个女嘅事，唔到你啲后顶啦，哈利。哼，穷到连药都冇钱执咧，仲喺度死顶。我咧，我而家又去当嘢同你执药啦。老实话俾你听，我已经应承咗马大爷噶啦，头婚事。吓，你。 你坐低先讲啦，你咁傲气咧，做乜嘢啫你？唉，二妹吓，你话点呢？燕姿同清华定咗婚噶，点可以由嫁佢呢？系咯，大哥，阿燕姿同清华呢头事系我做媒人添噶，如果唔系你个后底老婆诸多阻碍。 佢都已经嫁咗添咯。你有病唔好咁怒气啦，你坐低唞下先啦吓。阿燕姿翻嚟啦。阿爹，阿爸，翻嚟啦，借唔借得到钱啊？阿爹，欠两大债。 能对你上嘅还俱债，皆不妥协。可奈筹谋半天，心焦意乱，欲将诗画卖了，贵族人家不得见面。唉，实各失所算。咁筹唔到啊？筹到。 吓，有50两，50两有咩用啊？马大爷限我今日啊，要本利清还。如果咩啊，爹？
系你阿爹，做咩咁多礼物啊？吓、究竟咩事啫？阿英姿啊，阿马大爷话，如果我哋冇办法清还啲债咧，就实难要娶你做妾侍啊！吓、啊，啲礼物就系佢送嚟噶。阿、爹，你已经预准我同阿清华哥定咗婚噶啦，就算有冇得还，我都唔可以嫁佢噶。吓、阿爹都唔主张你嫁佢，但系而家冇法子清还呢笔欠债，点到你唔嫁？阿爹，我哋山盟海誓，岂能拆散？竟吹折并头连，佢强迫那成婚，怕佢难偿。所愿啊，点到你唔甘愿？万事只求功利，岂可忘志？我恨无法将债清还，可以暗结之仇。吓、你同清华暗结之仇？吓、你个畜生，真系好打你！你西伯，火冲啊天啊，火冲啊天啊，罪恶难饶，夜雨难瞒，你全不要面。哎呀呀！是盲路，恨海难填啊！我哋情爱若撇肩，情理你要谁怜？饶说蝶语花去两千年，空抱怨，但系红线早相牵。我哋唔系无门狗客噶，不过系错在未过门啫。我自悔太痴情，一夜是月乃只有女及马蝉断。你呢次唔嫁私贫，他日私生儿子，亦系乡里难容。你若嫁私贫，你以身性破争，如被发觉，誓不甘休。燕姿，你话又死，掂又死噶。阿爹，呢啲系我嘅错，我对你唔住啦。燕姿，你冇错，系我错，若果系死嘅，我同埋你一齐死啦。你两个都冇错，我你错就真。吓、你头婚事啊，乃系你搭运在先。我为月老设合的多年，一日都系你个后低老话婆，心前贪咩念啊，想个女嫁私朋为妾，将佢哋所爱啊多端。你素性为妻之类，他们未正式成淑眷，今日奸人逼娶，都是你们种下祸根缘。是他们是没错，是我错。爹，不要这样说。好了，我自知沉默不智，死亦不足惜，不如你两个立即乔装私奔。如果私朋嚟到要娶人嘅，我就判一条老命唔要佢啦。你哋扯啦，你哋扯啦，要我哋扯？系扯啦，阿爹。父女并吞。女飘然远去，不去
使半子亲，应以情兄孝重，一同事也约在床前，愿同患难俱强图，死死生生彼此无足语。乖女，都系阿爹听你口母之言，只有千言之一，误咗你两个嘅佳期。阿爹唔会怪你哋嘅，你哋走啦，去啦，走，去啦，你哋走啦，你哋走啦，你哋留起算都系于事无补，整累咗你哋嘅啫。去啦，走啦，走啦，我哋点忍心啊？听阿爹话嘅就走。去啦，你唔好留喺度啦，你唔好留喺度。去啦，走啦，走啦，走啦，去啦。去啦！走啊！陆白枪，你欠我啲债项，九出十三归，工程就五百两，而且我啲聘礼啊，你个计室已经应承收下啦。你有本事即刻管理清还，如果冇本事嘅，我带你个窿喎。马师傅，你不能恃世欺人，穷咗良家妇女，数住你斗当营私，作奸犯科，总之有日我要告到官府，告你一状，但系法网难逃，饱尝铁窗风味啊！你呢个穷鬼书生，又冇钱娶老婆，啊，居然系教训我添，等买大爷赏你两巴掌！爹，你打我得喎，打你点啊？喂，卡埋你咪。我几十岁啦，我管知条老命唔要，我都要同你翻翻过嚟。我啦，不你你我啦，哎呀，嫁佢啊！系，马大爷，我自细就死咗阿妈，
系得呢个姑姐凑大我嘅，我哋大家都系相依为命噶啦。我哋家穷又冇庄稼妹，你准唔准我带埋姑姐去啫？带埋佢？系咯，吓？睇佢几十岁都唔会点样作恶嘅，好啦，等佢跟埋嚟啦，好啦，我哋去。咪住，我仲要执多少嘢嘅？啊，使乜你执咧？你姑姐执就得啦。哦。姑姐，你快啲入去同我执几件衫，至紧要同我执埋个功夫咯，吓、去啦嘛，我哋翻去。燕姐，燕姐，你去咩？行啊！西伯，西伯，俾埋西伯，西伯。哎呀，英姐，哎呀，英，点解你要死咁笨啊？吓，姑姐，我唔死，仲有咩办法呢？咁就梗系有办法啦。好彩我嚟早一步啫，如果嚟迟一步啊，有办法都变咗冇办法啦。咁有咩办法？你快啲讲啊！咩？乜嘢？我头先行过书房啊。我听见阿思鹏同埋一班党羽喺度饮酒商量，话明朝早一早咧就行劫个富商喺白杨草喎。咁如果佢一阵入嚟洞房嘅时候咧，你设法子灌醉佢，至好能够渡得过今晚，保存你嘅政治，我就有办法嚟对付佢噶啦。咁你点对付佢啊？嗱，我一阵叫人密报官府，咁佢动手行劫嘅时候咯，咁就一望成擒啊嘛。系喎。咁我一於咁做咧，但你咁夜出去要小心啲至好啊！得啦，你放心啦，我而家即刻揾人去啦饮醉，燕姿，我同你再饮过。好啊好啊，你坐低先，坐低，我同你饮过。马大爷，呢杯我敬你嘅，祝我哋同偕到老。同偕到老，梗要饮啦。饮先。再添一杯，好事成双啊！大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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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知府大人，乃文伯戚华控告马思鹏强冲梁家妇女陆燕姿，迫使老弱良民目白伤。望大人替佢父女伸冤雪恨啊！你告马思鹏？哼哼，昨夜白杨村有人告，话佢在白杨村口准备行劫富商，本官也曾明兵缉捕，相信佢不久就俯首就擒啦。系
禀大人，强盗马思鹏斗党陷阱，押上公堂，请大人严加审问。马思鹏，你斗党陷阱，无法无天，最难饶恕，还有白清华告你啊，话你强抢良家妇女，逼死若良民噃。大人，泛民斗党行劫，自知有罪，但系白清华告我强抢良家妇女，逼死老弱良民，此事冤枉失甚啊！马思鹏，你可算罪恶贯盈，还想狡辩啊？大人，好应将佢严为处罚，带民愿作证人。哼，马思鹏，既有证人在此，你还算无辜，快快在本官跟前从实招来。大人，望你高悬明镜，小人直说清心。白清华有心诬告，妄助人。六百枪借我五百白银，应付偿还责任，只为无期清欠，自愿送女成婚。我与佢一妻洞房，只是残花破赠啊！六千支点算是良家妇女，六百枪亦是病重离婚。白清华，他所讲是否事实？大人，破恨马思鹏作恶多端，村民皆怨呢份，佢似强权，算收贵利，仲似一世欺贫。六百架枪被佢殴打重伤，当堂命的运，落烟的尖，惨中威胁，仲强的逼成军。望大人铁面无私，将佢严加罪问啊！马思鹏，你斗党行劫，应付二十载监禁，还有白清华告你两罪，待本官查明属实，再将你哋处分。啱啦，呢招马思鹏收得。可恨心爱名花金伟哲，我心存消极忍禅林。快了过，可怜你是白清华的血人，逼住要当马思鹏的仔。你阿妈虽然未被他侮辱，但是除了梅姑姐之外，还有谁个知道如果将来我要阿华哥一咁，佢又唔肯原谅我，咁你话点？你话点？唉，阿燕子，无谓想咁多咯。阿清华去告官又未有消息翻嚟，
你阿爹又死咗咯，而家净系生借无门，你又依靠边个啊？我哋而家唯有见一步行一步。如果将来同阿清华再见嘅时候，我自不然会同你解释嘅，莫为咁伤心咯。唔好喊啦，伤心做乜嘢啫？哎呀，我猜过你啦，你个正一陀衰家，成日喊苦喊佛，睇见你就眼冤啦。哼，你一踏入我马家，同我老公动过房啫，第二朝早就俾人拉去坐20年监啦。哼，我真系越谂越嬲啊！我冇咁多便宜米饭养你哋啊，快啲扯啊！夫人，你真系叫我哋扯？而家你哋仲食唔够咩？我哋分文都未有，你叫我点扯呢？哼，呢你嘅事咯，仲讲咁多做咩？好啦，你既然咁讲我，我唯有同我仔去乞食啦。梅姑姐，啊，我哋执嘢扯。好啦，执嘢。咪下。哦，搞到执嘢添啊！你有咩嫁妆带嚟俾我哋马家咁架势啊？一件都唔拎得。仲有啊，你手抱呢个瓶仔，系我哋马家嘅骨肉噃、啊。我又冇仔，我实行要仔就唔要乸啦。你摆低个瓶仔，有路你就拎。吓，你要我骨肉分离？梗系啦，唔得唔得，夫人，阿瓶仔咁细个，佢点离得开我呢？你做下好心，俾我带埋佢扯。哼，个仔系你嘅咩？个仔系我哋马家嘅噃。你扯咗，你帮我唔会搵奶妈凑佢啊？我哋够胆抱个瓶仔扯，我绝不得开你嘅。而家实行要仔唔要乸嘅，扯啦，扯。阿夫人，你谂真未啊？唔扯得咁容易啩？点解啊？你要知道你个丈夫神通广大，或者佢使通黑钱。官府隨時都可以放人的噃，個丈夫出嚟問你攞翻個胭脂嘅時候，你點算啊？快啲成身都矮啊，夫人！嚇、啊！你諗下，好，又算俾你講掂我，唔趕你扯都得，因為我有條件的噃。有咩條件啊，夫人？如果你哋想留喺度，以後就認係阿平仔嘅乳娘，唔准認係親生老母。哎呀，夫人，咁点得噶？咩叫做唔得啊？将来平仔教养成人，为官为患，太夫人就由我做，仔福就由我享。如果你肯，就留翻喺度咧。咁我想咯，为阿平仔嘅将来做牛做马，你应承啦。谂清楚未啊？应承啦，应承啦，应承。嗱，咁你以后就系乳娘嚟嘅咧。系啦。想我陆胭脂被后母刻薄了14年，长大成人又被奸贼逼婚，含冤受屈。转下眼，阿平仔都已经26岁。30年来，我终日以眼泪洗面，都唔知几时至守得云开见月明。少爷，饮茶啦。月亮，啊，你又叫我做少爷啦，我都话叫你叫我做平生咯。我应该叫你做少爷噶嘛。月亮，吓、啊，呢10几年来，你一直都服侍得我咁周到，我真系感激你。如果我将来有出头之日呢，我一定报答你。少爷，我是你马家的下人，我服侍你是很应该的嘛。嗯，月亮，你使咩讲得咁客气啫？嗱，我自细得你棉干碎湿凑大我，我当我自己是你的仔一样嘅咋。少爷，你千祈唔好咁讲。
我边算有咁好命，有个咁好嘅仔？咦，月亮，乜你喊啊？吓，唔系喊啊。月亮啊，今年系大科之年啦，我想话上京考试撞下彩，你估会唔会高中啊啦？以你咁聪明，相信一定唔会名落孙山嘅。不过有备无患，你自己要俾啲心机温习功课至得噶。我听我啲同学讲，佢话东来寺有一位六清居士，话佢嘅才华盖世嘅，我想话拜佢为师。月亮，你话好唔好啊？咁就好极啦，但系你要禀明阿夫人，叫佢带你去东来寺求教嗰位六清居士咪咯。花几千尘，啊，焉知负我人？我爱情如的心更的遗恨，佢为政治加贼人。我已冷灰心，盼心数在闲难受难。呢位就是六清居士啦。六清居士有礼。有礼有礼，呢两位施主，我同你素无相识噶，有咩指教呢？我素养居士你才华绝世，所以我带埋个仔嚟，想拜居士你为师，望你教下佢嘅师父歌词啫。系咯，就嚟就大比之年啦，我咧就梗系唔想名落孙山啦，所以我想嚟学多啲嘢啫嘛。我系粗浅之士，点能教呢啲公子哥？居士你无谓客气啦。如果你肯教我仔咯，几多收金我唔计较嘅，咁你要系几多钱啦？乜你有钱就使得我嘅咧咩？想我六清喺呢处大法修行，都系不问世事嘅啫。你另聘高言啦。哎呀呀呀，阿嫲，你睇下，咁骄傲佢都有嘅喎。唉，咪啦咪啦，我哋扯吧啦。咪住，我唔信有钱都使佢唔喐。喂，即系白羊村首富马家公子噃，如果你唔肯教佢，怕你喺呢间寺都唔住得几耐啊！笑话，我六清富贵不能移，威武不能屈嘅，唔好讲咁多啦，请回，唔送啦。哎呀，阿妈，人哋都赶我哋扯啦，仲讲乜嘢啊？夫人，你又话带阿少爷入去揾阿六清居士教佢读书，乜咁快就倾妥扯噶啦？系咯。点解唔等埋我哋啲蜡烛香嚟拜佛爷啫？哼，嗰、那个六千居士啊，佢话多多收金都唔教我哋啲富家子弟喎。系娘，嗰、那个六千居士，好骄傲噶。你哋就去咗买元宝蜡烛香啫。如果你哋喺度睇到佢个样啊，你哋都唔抵得啊。少爷，有学问嘅名士，多数系咁清高噶啦。你为咗考功名，你咁冇耐性至得噶。嗱，等我同阿梅姑入去拜神，待阿少爷你许个愿之后，然后再代你求下佢啊。哦，咁你哋求佢，咁你哋就去啦。我哋走啦嘛。系啦，扯先啦。嗰、那个唔系清华？系啊系啊。哦，原来你就系六清居士啊。阿清华。好话啦，马夫人。行起不再见君，正好共诉别离恨。爱爱把感，教欢如梦怕追寻。
又悲愤又恨，终身抱憾，拜佛参今生。终与你同偕合根，青山客欠多恨，你荣华任马夫人，今生斩断旧爱情啊何分。对我受宠啊情啊，我自惭无花无力，悔恨当日误中啊情啊真啊。卖弄欺人，技巧为敏啊，当一当放春。我知你恩呢恩，爱爱啊，你曾失言，我肯做证人啊。我不是三岁孩儿，我此世对苍天，我此世对神啊下棋。哎，我难信任啊。我对薄客郎十六年，我相思为你情困，太深恨，太忍心。你忘记我哋曾合吻，如春早结，乃是你亲身。啊！哦，咁清华骨肉，今何在呀？啊！就系求师教导。为什么平生自认是马嘉儿？忍辱含悲，为不你保持天人。胭脂对你真情，感马清华负义，更负心。洞房过晚夜，的险些玉碎啊，珠沉。我教佢将时候千言，面高呼问啊，亦神更呼被捕，囚禁夜在光阴残下孩儿，又难见教养责。任我的情愿与娘，自任我亲生骨肉，忍痛养育他人。燕子，咁我对你唔住，你唔好怪我啦。华国，得你明白就好啦，我点会怪你呢？原来平生真系我嘅亲生骨肉。我要找个机会来父子相认才得了。华哥，你不认得住，如果平仔知道他是你和我的私生子，他一定有自卑感。试问他哪有志气做人？
点会有心思读书？为今之计，你一定要教育佢成才，等到佢高中咗之后，然后至想办法等你哋父子相聚。系啦，冇错啦，阿燕姿讲得啱，咁你暂时做住佢嘅老师先，俾啲心经嚟教导佢啦。好啦，燕姿，咁你就叫我平生由听日起嚟呢一说，我尽力教佢啦。老师，平生，今日又咁迟至到啊？系，今日屋企又系有啲事啫嘛。唔系啩？有冇讲大话？冇，我屋企真系有事噶。成日都话屋企有事，当日我都话过噶啦。你啲公子哥儿，我唔愿教噶啦。你睇，而家我哋中年人咧，我都成日挂住读书。你终日挂住谈情说爱，荒废学业，明白噶啦。情情情，你未懂得爱情，你算我未懂得爱情，一样啊嫌你成啊应，等你我师傅教晓你学情。我谈情愿听，我系情长情啊胜过，对于女士仍啊真多本领啊，不应少有谈情志，你应啊该勤力学酬父母天性扬名，我话情长是罪。恐怖最悲哀，最易迷失本性啊！施尊，你心中思想太迂腐。阿平生，你应该听教，你咁孤僻品性，道理不分明。我有谈情自由，不准干涉我，我系要干涉，你可谓明迷幻，脑筋不清醒，谈情唔应咩？唔准，我唔听啊！你好似老豆咁恶绝冇人性，喂，激嬲咗我就绝情。平生，你讲嘅嘢，我话你呢种人啊，简直系迂腐、脑筋迷失啊！帮我打通啊你啊！点解你咁冇规矩？咧，佢管我，闹我，仲作我添啊！当正佢系我老豆咁，你话点抵得佢啊？你。平生你不应，鬼叫佢乱闹，又限制我谈情，真我惊。你别尽人伦，天性我曳，我乜嘢咁曳啊？是生父子情义同样好，你对燕子亦太不敬，我今夕良意，我望情。
诗多得夹心灵哦。在乎你话咩话？呢一副钱扣手啊？吓、啊？我话师傅嗰个父啫，唔系父亲嗰个父。哦。望你在诗前叩手啊，求他恕你。姑娘要我向他认罪啊？是是啊。那有什么道理啫？他刚才作我噃。那你不听月娘话了噃？枉费我面干水湿，抽到你这么大个。你看看你头先这样对待老师，你看看他多伤心。你还不快点上前叩头。雨娘，我时时都说你用尽心机凑大我，我应该当你亲生阿妈一样的。你叫我去认错，我就去认是啦。是啦，这样子乖仔的嘛，快点去啦。跪低了嘛，认错啦。老师，我知道头先是不啱的，我现在认错了， 我一定会俾啲心机读书。你打发我啦，老师。系咯，你教训下佢。平生知过能改，善莫大言。你老老师唔舍得打你嘅，起身啦，多谢老师。哦，少爷翻嚟啦。系啊，月亮阿妈。平生，我点解今日咁晏至翻嚟啊？哦，我原本离开咗东来寺好耐噶啦，不过去咗妙香小姐嗰度嚟啫嘛。系呢，妙香小姐唔系话过呢几日同埋佢阿妈上京嘅，我仲未去咩？佢哋话听日就起程噶啦。阿妈，吓，仲有冇几耐就系科期噶啦？咁啊，妙香小姐咧就叫我同埋佢一齐上京，咁喺佢屋企住落，等候考试。阿妈你说好不好啊？咁啊，横掂有伴，同埋佢哋去都好嘅。哦。不过咁啊，佢阿爹系堂堂相国，你上京喺佢度住，凡事要知进退至好啊。我知道啦，妈，我知道啦。姑娘啊，快啲同我执嘢啦，咁啊。少爷，你呢趟同阿妙香小姐上京，冇几耐就考试噶啦，你要俾啲心机，温习功课。功名为上啊，争争气气啦，考个状元翻嚟，等月娘都高兴下。我知道啦，月娘，你使咩咁沉气啊？快啲入去同我执嘢啦。哦，嚟。哦。
呢次弊家伙啦！个马思鹏本来判佢20年监嘅，点解之前个皇恩大赦，佢出早4年出嚟啊，就翻嚟白羊村添咯喎！咁我哋要走啫得噶啦，唔系佢会寻仇噶。系啦，快啲走啦！咁忽然间走，我又冇盘村啦。盘村我有，系啊，平生先几个月上京嘅时候，静静地俾咗20两银过我嘅。咁你快啲一齐走啦！走啦，走啦！我哋暂时。走去揚州先啦，因為揚州我有好多朋友喺處，佢會照顧我噶啦。我而家入去執嘢。執嘢啦，執嘢啦，執嘢啦。夫人啊，大爺翻嚟啦。係啊，哎呀，春香，咁你快啲準備水等佢洗身啦。大爺，你翻嚟啦！哎呀，真係好啦。我先幾日聽見人話皇恩大赦，話你提早4年放監喎。而家我哋夫妻久別重逢，哎呀，真係要謝天謝地咯！我馬思鵬真係吉人天相，坐監都坐得夠運過人嘅。快啲叫阿梅姑準備燒書嚟還神啦！梅姑，係咯。阿燕姿咧？哎呀，講起燕姿嗰份人真係唔使恨啊！先幾日佢睺住我翻咗外家，執埋包袱同阿梅姑走咗佬咧。后来同村啲人话，见到佢同埋东来寺嗰个六清居士一齐行喎。哼，你方唔系跟咗路咩？咩话？燕姿走咗路？系啊。唔同得，我要揾佢翻嚟。佢走咗几日，人海茫茫，你揾位揾马咩？报喜。报咩喜啊？新科状元马平生。家风八虎巡案话到扬州啊！系啊，哎呀，好啦好啦好啦！真系笑话，俾佢管得我沉沉大罪，未曾成好事。啊，我明白啦，一定系喺胭脂有咗人至过门，呢个都唔系我哋马家嘅骨肉。你咁灰你做咩啊？哦，我又唔知道你咁糊涂啦。老实讲啦，当日嗱，我想要仔唔要乸。后来胭脂话唔舍得个仔，咁我就同佢证明条件，叫佢认下宇良，平生就当系我亲生嘅。好，今日我哋去扬州接佢。喂喂喂，你去时去啊，千祈唔好认系老豆先得噶。点解啊？啊，你唔记得你系大贼咁啊？你喺扬州坐过监犯过罪噶噃？大贼个仔考试啊，罪犯欺君嘅，如果传扬出外，哼，全家都会抄斩啊。咁啊，咁点啊？嗱，你想去扬州都得，暂时认系阿平生嘅伯父先。你改过个名叫做马思明，等到阿平生翻嚟祭祖嘅时候，你慢慢讲俾佢听，话你系佢老豆，咁咪得啦。哈哈，你真系好紧，一于先去接佢。燕姿啊，马思鹏两公婆嚟咗啊，就住喺隔篱房，就唔知系咪嚟追踪你哋咧？系。咁点算呢，青华？你放心啦，呢处唔系乡下，呢度系扬州，佢有乜法子作恶啊？啊，阿平生高中状元，回乡祭祖，明日就到扬州啦。唔通佢两夫妇嚟迎接佢都唔顶噃？青华，听日阿平生嚟到呢度。咁我哋可以对佢讲明我哋嘅底细，叫佢认翻我哋做父母，咁就唔使怕马思鹏啦。你哋千祈唔好认系佢嘅父母啊，因为你哋未正式成婚，佢就即系私生子，私生子中状元会问斩之罪噶。系啊，而且你一向都认系佢嘅乳娘，人人都知道佢系马思鹏嘅仔，又点到我哋认得噶？破铁鞋无觅处，原来你同埋个奸夫匿喺呢处，摆好啦，咪喐手。马思鹏，你不能占我好娇妻，王法你居然不得具位。哼，咩占啊？你勾引我前是私奔就真啦。我未征花，未节贵，你对奴侮辱话你非礼。马思鹏。
你好扯啦噃，而且我揾人拉你噶。你为法智慧，我要入嚟。幽会情侣怕会命都嚟，笑话咩幽会啊？我哋定咗婚噶，你千世强得婚姻啫嘛。系啊，我太贪妻，只妒权财，你逼我变婚恋无谓。往事再提，何时忘怀？如若见夫。你先俾我睇啊！啊！哎呀，仲想告我？你老豆冇千还，嫁女为作底。记得嗰晚洞房，你真多计，竟然借意用酒啊迷。后来我受罪坐监，你生野仔，我老婆受骗。当系我孩提，十六年同人养妻育儿，你话我几唔大耶？燕子，你遮就跟我扯，唔系我告你串骗师徒。笑话，你作歹与为非，公衙有案底啊，怕你罪名难退位，强抢良家妇女太护卫。迫使老弱良民多惨厉，若然告你啊，你命堪危。劝你知情识取就快离开，方得洞府京官，你嘅罪难洗。系啊，我扯啦，个马斯帕。哼，你跟我扯就扯，不用走。若果你仲喺咧。我是高官啊，哎呀呀，你仲左手左脚。清华，阿燕子俾人冤枉啊！哎呀，燕子，哎呀，点解？燕子，清华，哎呀，燕子，点解？杀人咯！哎呀，冤枉！燕子，冤枉！清华，哎呀，咁点？喂，做咩？哎。七大哥，我想借问下你，正话喺月台镇拉翻嚟嗰个女犯人，都如几时审问呢？况且呢次嘅扬州知府，可唔可以讲下私话噶？你问我啊？系咯，唔知。知嘅。咁你都熟醒，我话俾你听啊，呢个新上任嘅知府老爷咧，系铁面无私嘅，指呢个女犯人咧。听讲话等听日个新科状元
驾临扬州先至审佢。咁啊？系啦，七弟哥，我想见下呢个女犯人，得唔得咧？你探佢？系咯，唔得。得嘅都好，唯要熟声啊！得，一阵好咯噃。得。燕子，我嚟话俾你听，听日新科状元阿平生啊嚟主审呢件案，你千祈唔好顶证我系凶手啊！如果你顶证我系凶手，我就穿你个煲，话阿平生系私生子。若果阿平生私生子去考试啊，罪犯欺君，你谂真系至好啊！嗱，我而家扯啦。不如你与死者就是何亲故啊？照本官看陆燕之品性良善，未必会咁凶狼啩。大人，小民就是死者的老公的大佬，因为他闻得个乖仔高状元，所以赶到扬州相会。陆燕之谋财害命，用利剪刺杀。当时仲有官差见证，此事都并无冤枉啊！吓，咁莫不是死者就系我娘亲？系咪乖侄？咁系唔系啊？燕姿，系死者的确系你阿妈。我妈与你无仇无怨，点解你横施辣手？快啲讲白在公堂啊！唔使多讲啦，大人。总之我自己认自己系凶手，你要斩就斩，要杀就杀。你快啲判我死刑，早啲了咗呢件案啦。咁你做官？都做得安安乐乐。判你死刑？系咯，咁就判啦。秦安大人，咁就判佢死刑了件案啦。卿家，既然人证物证俱备，就判佢死刑啦。判啦！咪！安大人，杀死你阿妈嘅凶手系另有其人嘅。一个任弱嘅女红牙装，应有杀人嘅胆量。佢真凶型太荒唐，佢一嚟片无言，非实那方啊，神那惊。错你似疯狂，快将你我判死刑，是假冒冤枉啊！父两人皆认我，我有实据与真宗，佢信口雌黄全虚妄，快些判龙死罪在公。好人啊，是
苏姓人士何故将我亲娘命啊疏，焉知是个好月亮，人非凶汉啊，但有血战为凭，经已铸成铁锅。奶奶，这块望到我慌。奶奶，这块追到我狂。我唔死都已经冇望。我唔死也都要命数。哎呀大人，哎状元爷啊，佢两个都唔系凶手，我就系凶手啊嘛。咁你判我死罪先啦。我你行开行开，哎你梅窝，莫在公堂大发癫狂，立乱承认罪状啊！乜立乱承认噶？喂，如果我狂性一发啊，我就会杀人噶啦。你顾住我杀埋你啲盲官黑帝，哎呀，未当你一貌堂堂啊！我打，口出胡言，行为狂妄，人嚟，将佢痛打十大板，赶出衙堂。玉碎，我拍散云梦。利剪杀亲母，公堂争盈空。梅姑疯狂性，焉知泪飘红啊！去杀亡难遥控，仇恶恨两重，要追凶，怒怀在五中，如不判刑，太不咧公，处死最难容，正确非往红，几度良亲心恨那重。哎呀，回国正话你扰乱公堂，我曾经命人打你十大板啊，而家你又闯进西厢，究为何事啊？我叹你十大饭都够滋味啦，状元爷，我以为你做官做好清正嘅，奈你判案判得咁糊涂嘅咧。多嘴，疯狂摇舌，知否罪大？你父亲就系养育情啊浓，恨你做一白不得分，佢受奸呢人，
冇空。你不止糊涂，你简直大逆不道添啊！你胡闹！哈，你真系癫得紧要啊！我嘅亲生母竟然俾人杀死咗啦，又点会仲有一个亲生母呢？状元爷，马夫人唔系你亲生母，胭脂就系你亲生母嚟噶。今日你估我真系癫咩？喺公堂争认凶手，我就唔想你仔判生母死刑，认仇作父咋？唉，你真系越讲越无谱啦！胭脂明明系我嘅乳娘，又点会系我嘅亲生母呢？你听我讲啦，你恩师白家清啊话，即系六清啊居士与胭脂我爱种。青啊龙定下了不咧人，尚未过门竟已知拖暗马中，可恨马思鹏逼分强追，好似落红点狂风。我为把胭脂精节保存，教他灌醉诗朋未成好啊梦啊。到第二节，诗朋行劫被捕，判了20年监，10个月后生了，那个就是你了。真嘅，系原来不甘恨无穷，是假是真还是梦？究竟谁个是真空？苦尽渠路因义种，又怕亲娘判死最难用。何故他自成凶手实难明，莫不是其中有作用啊？他当然有苦衷的，他为你前途甘受试，只为私生儿子难掩状元红啊。在公堂顶正过马思明，就即是马思鹏，亦即是杀死马夫人的凶手。因为他威逼清华和胭脂不要顶正住他，不是就穿出了清华和胭脂那段难因睡过。因为私生子中状元有欺君之罪，要全家抄斩的，所以他两个被马思鹏一语惊醒，他就不敢认你做仔的啫。哦，咁点解16年来他在我马家都是认做乳娘的呢？如果他真是我的生母，点解他不会静静讲俾我听呢？冇错啊，当年马夫人自己冇仔，他就想话要仔不要乸，你阿妈不舍得你，就留在马家。点解知夫人要同他定过条件？当正你是夫人的仔，不准他认是你的亲生母。当时胭脂为了环境所逼，就不敢把真情讲给你知嘅啫。你如果是不信的，你可以去监房同佢滴血啦。真系嘅，真啊，珍珠都冇咁真啊！哎呀，我要即刻去到监房滴血相认先得，其他嘅问题慢慢地解决啦。系啊，快啲去啦！你都话佢系仙婆嚟噶，一面之词咁都好信嘅，滴乜嘢血啫噶？你咁傻啦你！状元，快啲认翻我老母！哎呀，唔好讲多同佢翻案先啦！你明明我快啲。阿胭脂有救星啊！状元爷都嚟咗啦。状元爷你又点？所谓铁案难翻，我竟然判了死刑，
你方仲有得救？哎呀，乜冇啊！我已经将你哋嘅关系讲晒俾阿平生听，我仲惊阿平生信心唔过，带埋佢嚟滴血认母噶。滴血认母？系咯，燕子。姑姐，吓，你真系癫得几匀称。咩癫啊？个个都知道我系佢个乳娘咯，仲滴咩血呢？你方我仲系佢嘅亲生阿妈咩？你哋扯吧啦！哎呀，你都死期将至咯，你仲掩饰以前嘅事干嚟做乜嘢啊？你快住啲认咗佢，等个仔同你想下办法啦，唔系天光你就要死噶啦！吓、啊？雨娘，若果梅姑讲嘅说话系真嘅，你就唔怕认；若果唔系，就无谓多此一举啦。唔系啊，阿燕子，你快啲认咗佢啦。认？喂，老实同你哋讲啦，滴血就非同小可嘅。如果滴咗血之后，证明唔系母子就最好啦。若果真系嘅，大家都唔妥嘅。哎呀，有乜嘢唔妥啫？如果系真嘅，唔系母子团圆咯，救命紧要。燕子啊，嚟咧，滴血啦，滴血啦。咪住，我为爱我亲夫，我应该为报复。要苦，咁我燕子，你系个乳娘，你谂清楚啦。谂清楚。动头还是顶，我怕你条颈唔硬得过双刀啊！依法令祖，你要过刀亡，若要生存，应把真情告。吓，我明早就要刀亡，平仔。你埋嚟俾我睇真啊！你所谓见多一事得一事，见多一阵得一阵啊！雨娘，我同你有十几年相处啦，我好多谢你对我养育嘅心恩。不过可惜你一时冲动杀死我阿妈，而家人证物证都有。国法是无私的，实在我判你死刑我都不是好想的。平仔，雨娘，平仔，哎呀，人哋都话唔系你阿妈，系雨娘嚟啫嘛，用钱请翻嚟嘅，又使乜咁难过啲噶？你自己系朝廷命官嚟啊，听我个癫婆一面之词，就入到嚟监牢乱认阿妈啦。如果传咗出去，人哋就话你糊涂噶啦。
跟我扯啦。吓、啊，平生，平生啊，平生。哎呀，你哋气得我真腾腾，点解唔的血应系佢父母啊？哎呀，一到天光，阿胭脂你就要死噶啦！我师生无非为乖仔，保佢今朝天堂。一双蝴蝶可怜虫，死死生生何足道啊！你哋冇死嘅，梅姑出完一浪又一浪，为救胭脂搞个第二煲啊！忙开夜敲，唱下龙嘅舟，有件实情惨案。官府都冇貌，有一位白事青嘅话，关于佢未婚娇妻情意厚啊，点知招待先结难永关呢？周有仔高中状元都唔认得个老啊，豆啊，仲将佢字眼判死，现在监狱压几囚。真系文姐凄凉，但佢伤心咩透？明早就发场斩首，边个同佢揸买水兜？唉，大开沉冤，咁就难得嘅救难得嘅救啦！可怜胭脂被人插桩嫁祸，搞到公安无头。八字嚟得，你哋知噶？真啊！夫人，今日在公堂大审凶杀案，你也曾在公堂大发疯癫，如今你又在街上大唱龙舟，哼！听你的歌词好似言中有物，你所唱这个白清华，是否是扬州府白杨村嗰个白清华名士啊？啊，千岁爷乜你识得佢嘅咩？系。小王与状元爷同下江南嚟到扬州府，无非想访寻名士白清华，听回朝中为国效力。刚才你所唱之事是否属实呢？啊，千岁爷，啊，我句句皆真，倾心直说，并无虚言噶。你估我真系癫咩？啊，我扮癫嘅咋？扮噶？系，我无非想人哋注目落。咁啊，替阿胭脂伸冤雪恨啫嘛。系咯，到底咁你有咩凭据呢？又当然有啦，我讲俾你知啊，我唔系真癫噶。啊！哎呀，鬼啊，鬼啊！鬼啊！你马师鹏，你都对得我住啊你？哎呀，夫人，我打死你！哎呀，夫人，你唔好攞我命啊，夫人。Oh, man.
就话情未许对啊言谈，佢处啊城大错张良斩，朝帅啊心冰冷，从牙齿凄凉，孤单心啊悲，衣上啊似人泪满青山，悲惨。飞楼啊烟烟重的话情丝凤放间远长苦啊，哎又话知也未能啊应，更啊是情惨淡叹，食鸡店后人情深如啊水，仇恨似沙要散低空啊。燕子，燕子，燕子，燕华，燕子。今日生离死别啦，转眼你去鬼呀、啊、阿门关啊，做同命啊鸳鸯、啊啊啊、我就想收埋你个尸骸先啫。你咁傻啦，呢啲系我自己命苦啫。愿做同命啊鸳鸯，游星在人间。我愿死生同愿啦，生你做山啊家啊，同你意中啊情长，我含笑引经路。Thank you.
微臣正要处斩犯人，因何要刀下留人呢？真令微臣无义无限啊！阿卿家在，小王查得六尖师奶含冤受屈嘅，吓、啊，而且六梅姑证明佢才是你慈母亲生噃、啊。人嚟，将六尖师释放。千岁爷，请勿停止丰富狂言，这个明明是我杀母的仇人，请勿力为护坛、啊、文安大人，此事都实属冤枉，而且真凶经已就缚，其实有一段因果在其间。知府大人，马思明明明是我的伯父，为什么他会是真凶？真是离奇怪诞、啊、我不是你伯父马思明，我是你生父马思鹏，看我设法超生啊！点解你是我阿爹，又认是我伯父呢？瓜侄孙，你听阿姑婆讲啊，马思鹏就是你仇人，不是你老豆嚟噶。不过当日你外公借了他500两银，就监禁强抢阿胭脂为妾，点不知洞房嗰晚他斗党行劫，判监20年。不过皇恩大赦就放走了他出来而已嘛，他又说胭脂杀人，查实是他嫁祸的，凶手就是他自己而已。传闻我今晚在客栈扮鬼来吓他，才得到他杀妻的证据，有千岁和虎官为证的。哦，那他两个不是你父母咯，我都已经讲清楚给你听了，不过他两个为了你前途着想，不敢认你是他仔的啫嘛。马思鹏，他们所讲的到底是不是真的？是不是？你快点讲。没错，我做得不怕认，因为我酒醉误中了梅姑的奸计，既然被你识穿，你们怎样就怎样啦。马思鹏，你都可算罪恶官刑，无可宽恕了。人呢？啊，将佢押回监房，最后处决。领命。嗱，你而家明白啦？我明白。快在你父母跟前认罪啦！阿爹，妈。乖仔，乖仔，请恕孩儿误判生母死刑，做白不分，唯有在亲前悔忏。媳妇亦自悔在狱中，制止夫君的血，一时自私心重，罪大如山。知不罪，你哋唔使难过嘅，起身啦。清华，千岁，原本你是18年前的头名状元，因为呢，觉得胡寇侵犯中原，未出访问，只有我哋军神失散。小王奉父王之命寻找你的下落，何幸相逢名士，好应该一同回朝见驾，为国效力，把重任嚟承担啊！谢千岁，仇已恨尽驱散，喜气扬眉露花心眼，对对双双欢欣笑逐颜。